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. 有一次 JYP 박진영在一集 TOP 中说过这样的话，在 아이돌 中能手持麦克风唱歌跳舞的人是谁？他肯定会生存到底，他会唱着来舞存活到最后。直到三代初期，很多一二三代的 아이돌 都会开麦边唱边跳的进行舞台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手持麦克风吃掉舞台的 아이돌 们。最重要的是，今天没有被接受的组合，不是等于实力不好，而是刚好没有被很多粉丝们提到而已。所以希望大家。 大家能留言推荐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。 소녀시대 21 B2B 에이핑크 세븐틴 Treasure. 위너 있지 동방신기 블랙핑크 몬스타엑스 여자아이들 하이라이트 스테이시 엑소 마마무 샤이니 시켜 볼래 너
防弹少年团。Big Bang。最后想问一下大家，大家知道的手持麦克风边唱边跳吃掉舞台的爱豆们都有谁呢？